如果你辞职是因为你不喜欢这份工作 ,OK 的。但不要因为刘家辉。如果他真的不喜欢我的话我 OK 的。但为什么他还都要给我知道他紧张我呢？不知道究竟这个是梦还是我的记忆啊。我梦见有个人被两个人扔下街啊。